啊，现在中场休息，又饿又渴，所以跟夫人来去吃阿华鲨鱼羹呀。夫人想吃小卷呀？有那个小卷米粉。是啊。鲨鱼羹跟小卷米粉可以啊。现流鲨鱼羹，鲨鱼羹面。那要一个小卷米粉，是要川烫小卷的，它有小卷每份100啊。每份100块啊。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拍鸟的人都是有钱。除了他以外，哈、哦。可以去买一只640吗？640要多少钱？应该要20几万，二手的19万就有了。二手的19万就有了。19万，你女儿都可以念大学，念完。那就不要。19万可以念那个3年的那个。二信国中，那去他去读八斗国中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去买一支320，买一支那个。八斗国中念3年也不用钱，不用10000块。是，我去买那支640，跟我出来吃不用客气啊，想吃什么就点啊，零元外、欸。我记得你也小气。你点烫青菜就不要点烫小卷了。叫林员外，来这里应该要吃鲨鱼的菜羹。好、哦，平常假日人太多，我看看坐满而已、啊。我建议你，刚刚会不会太明显？那我刚才拍米粉看。
赶快动一动，脚太酸了，太脚酸了。去买那个名牌啦，牛皮啦。哦，漂亮漂亮。你那个头，他要开始叫了。他头上下上下，哎，旁边。跳跳跳跳！啊，走出去，走出去，走出去。啊，就这样叫。啊，他要走，要走。他乱跑，我觉得很麻烦。我去看另外一台。爸爸，坐下来了。要拍呀，还没还，你爸跑出去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玩哈。平常比较好拍，今天又礼拜五。哦，那个师傅又推了几间掌，对。多买一只就一直用，就其实也可以的。你那个萤火虫会撞你的，我不喜欢那个一张照片死死的在那里。看吗？哎，小智也在动。真的在动。刚好拍到。哎呀，拍翅膀了，出来了！哎呦呦呦！哦，他在小智上面，小智在拍翅膀。你看到他头吗？他现在又躲回去了，现在拍了看到翅膀而已。是太小的可以吃饭，它就会出来，动作比较频繁。因为要在拍翅膀。嗯。它在拍翅膀。啊，两只都在拍耶，不知道你要拍哪一只啊？你说里面有两只啊？左边那边。它还在石头那里耶。对呀、啊。两只都在那里嘛？没有，这里只有一只而已。原本那只，原本那只还在吗？后来叼小鸟的在石头那里，然后原本那只，原本那只，它飞过来，飞过去了，飞过来了，飞去了，飞去了。它去它的巢了，它去它的巢了。有有有。像我想拍上面那只，上面一点对，哦，它要从这里走进去了，对对对。看到他走进去了。有。你看他走进去了啊，那个。有录到。走进去了。我这边还有照给你们，我车上还有。他没信票，我们其实我住八楼子而已。啊，这么近啊！对啊。我住在这边了。嗯。这边的鸟都给你拍了。有，我今年是第一年了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岩鹿。哦，岩鹿，这里好几次啊。刚才又看到一次。对对对，第一次来，开了好久。嗯。白的没有黑的。对，有一只白的。嗯。为什么来这边追呢？鹿站 F5.6，回去看画质会比较好。手动对焦 F5.6，我把它
它对到焦以后切换到手动模式，让它不会一直跟着对焦。目前画质看起来很漂亮。六个女的，同我绑了四个。